オス、って言いたいジェフ・アキラ。メガレンダジェフ、イドス・ツェパンダ。第57届最具人气综艺节目奖，得奖的是恭喜综艺王韩大，同个决胸。想把这个讲座献给天上的你，是你教会我们，不管遇到任何再困难的事情，都应该要正向面对。我们是综艺玩很大，大家好。我是第一代杰夫·阿基拉，大家还记得吗？谢谢。很荣幸担任最具人气综艺节目奖的颁奖人。每个入围的节目都是观众最喜欢，也是最棒的节目。OK。每个人的杰夫也都是最棒的。OK， 现在就来揭晓第57届最具人气综艺节目奖，得奖的是。恭喜综艺王韩大，同个决胸。综艺玩很大能做到八年呢，一路走来真的要感谢非常多的人，谢谢中视和三立电视台以及每一个相挺的厂商。更要谢谢每一位穿过红队制服的工作伙伴们，节目团队汤哥、小叶姐、Vivian、阿亮、思颖、圈圈、小戴、嘉文、妹妹、小翔、香香、老许、芝芝、球球、小豪、克罗伊、小史、小雨、陈冠，然后。摄影团队杰哥、葛哥、德哥、俊哥、小铁、舒华、米狗，后制团队好看娱乐后制部，还有最重要的是每一位投票的玩粉，因为有你们的支持才能成就这个奖项。最后要感谢主持人宪哥、Kid、达哥，因为有你们的支持，我们才能像家人一样互相的扶持着，以及我们想把这个讲座献给天上的你，是你教会我们，不管遇到任何再困难的事情，都应该要正向面对。我们是综艺玩很大，谢谢大家。谢谢颁奖人，恭喜得奖者。